当时我身上这个小香风这个外套，我刚刚已经把垫肩摘掉了，因为它本身这件就是有垫肩的，穿起来会非常的板正，就是看起来又精致然后又板正的那种感觉。像这个衣服就是拿我刚才这个白色小包，你看非常的搭，然后它是上面有这个小花边的，然后扣子是这种金铜色的，整体是一个蛮漂亮的灰色。像它跟我里面这个黑色条纹套装也很搭，像一般这种比较就是这种小香风外套多多少少会有点板正嘛，它穿起来就是看着又板正，然后但是你穿起来又很舒服。这件我买回来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大家可以就是你仔细看它的型做的真的很显瘦很漂亮。然后是我身上这个外套，是不是写着帅气老张的名字，非常非常的帅。我前两天就是跟我朋友躺在我楼下那个沙发上，就是在淘宝呢，我当时就是惊鸿一瞥看这，我就问他好不好看，他说你必须买，这写着你名，就是一个很帅气的皮衣。它这个皮衣里面是加这种摇粒绒的，然后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看的这种白色领子，这个领子也可以这样系起来，就是如果大家冷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脖子都藏住，而且天然咱来一小V脸。说真的老婆们，咱这样穿是不是有一点太帅气，你底下搭一大长靴，咱有一点要演那个天若有情了。它整体的型就属于比较阔的这种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茧型的那个型，就显得你腿非常细。而且这种皮衣呢，就是大家就是买那种大大的，穿起来垮垮的，非常非常的帅。但是它这件是属于特别的厚，如果是南方的妹妹我觉得还可以单穿，北方的姐妹们可能就是还是穿羽绒服。真的这个皮衣真的老帅气了。